那收到菜子之后，先用一个东西找一个东西把菜子架起来，我们是用了个小凳子架起来，啊，这现在装前轮的，前轮的这些你收到菜子之后有前轮，有一根轴，它是套在上面的，但是它两根一根长一根短，它套在上面你不要动它，就按照它那个方向来开始装。这样就 OK 了。